很久没有换片头了，我是小莫，这是啾啾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和订阅哦。就这个月，就是不说保人水平怎么样，我没怎么被不咬保过，但是盯人盯的最紧的就是不咬。Thank you.
我说你可以来网吧玩，对吧？实在不行就来网吧玩啊。刚才看到我靠好多弹幕，真的帮不了你们，真的帮不了兄弟，我只有一个机器人啊。中路等我巫师针 A 到还可以有机会，哎，死血。中路救，中路救，妈逼！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可以吗？我上了，开，准备开。
打起来盾很难给你们呢。现在 Tinker 的玩法就是刷机器人，然后靠那个 EV7 跟对面玩。别打了吧，还打呀？兄弟啊，兄弟们，两级偷工，主一负三。踢下了，踢下了，踢下了，蓝猫踢下了。对面资源比我们厉害，他们有孽主。杀孽主就好了。我们要打的话就别脱节，有不想打的可以说 VS 在看他，我可以飞后，我可以飞后，打飞机打飞机打飞机，我准备上中路，我想上了，我有恢复，我退出来补一下，我退出来补一下，漂亮。奶酪盾有，但是被削了，它的效果不如之前效果的三分之一，就没人玩。
VS 死了，哎哎，不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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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黑塔不冲，拔塔不冲不冲不冲，出来不冲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不用说，非要连到一起放的。猫系，我觉得土猫紫猫一般吧，蓝猫这版本真挺厉害，蓝猫火猫挺厉害的，别的猫还好。我感觉还是力量腿蓝猫厉害。你真的要赌吗？我伤心了。Hello, I'm Sumia.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，希望能跟大家有更多的互动，请大家继续支持苏米亚 Office。